今天花了。但我不知道录这个。您能不能表情稍微正常点？你这拍了个啥？猪女孩，精致。哎，咋这人不给我们火呢？哎，火呢？火呢？在这儿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我来点。等一下还哈。不给你了，这样点的。嗯，炸掉啊！会不会很？会喷出来的。不会，你放进来，你可以放进来，直接烧。咋弄的？就这样。嗯，然后它会那个。马上就喷。那我先手啊。那个叫叫。哇！这个什么？没有给你小帽子啊？不对啊，你帽子呢？汪磊没来呢。没有帽子。汪磊不是开会吗？哎呀，怎么放这么久啊？好了，去吧。吓死！我跟你讲，他看起来前两条有。我就是手摸一下啊，就我不太精准。他没给你那种专业的，是吧？刀。他已经送了我十个餐具。是甜蜜茶。完了，我人没了，我。你看我这手脚冰的，哇！每一个份蛋糕会这么舔一下，就是，你就遭受感染了，这样一下，他就对了，真的，我洗手，马上洗。我洗手，尤其是慧中在切蛋糕之前还没有洗手。我洗了。哇哦，检举揭发。我洗了，因为我点了那个辣子，所以。哈哈，造一个，这样造一个，哎，然后这边小木马，小木马像不像那个肯德基那个？我还专门去买了肯德基的那个小木马，让我的。今天摄像辛苦了，多吃一点。谢谢摄影师。我愿意把我的奶油分享给你，我愿意。我开始高明好呢，今天拿了他那个微单，我然后呢，给我们拍跟那干部似的。干部，我刚刚不是见人有一点，你看这个又来了。本来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把这坨奶油给这个弟弟，不会放过他，还小，让他多吃点奶油，永远在拽我。行了，你多拿一点吧，我多给你。行了，不怕奶油。对对。行了，那冯家对你多好啊。就是，来，我的奶油都分给你，不一样的爱。我感觉我有压力。对，不一样的你。好了。那我刚才还给你朋友听，谢谢。哎，那吃吃就吃完了。果壳，是果壳。你知道是壳吗？今天喝的非常开心。蓝色那个，不醉不归。就是欧洲这边的。我已干了。那个碟什么花？碟兰子。碟上是什么碟什么花？蝶恋花。蝶豆花。蝶豆花。蝶豆花。什么味道？蝶豆花。石灰粉。蝶豆花什么豆啊？石灰蝶豆，我就看，我看蝶豆花豆奶，蝶豆花奶，不是，四点半，那搞一个那个买家秀和卖，就天天那个车里面都在放，咱哥，白带快不，就很有记忆点，你不觉得吗？快点重新说一遍，我不能错过这段素材，太可怕了。会装白带款不？我不是白带款。他说四川人都是耙耳朵。对啊，耙耳朵。耙耳朵。四川男的是耙耳朵，女的不是耙耳朵。我知道，就说男的。你看那个《万箭穿心》，你看过这个电影没有？不过那个是湖北话，但是和四川话有点像。嗯。就讲了一个女的特别强势，然后呢，她老公漂亮。她老公很耙耳朵。说找男朋友可以来成都找耙耳朵。你进去了吗？那边录进去了呢。啊，是吗？你进去了。嗯嗯，我进去了，尝试好几次了。嗯，对啊。
知道又录进去了。没有，我真的就不好进是吧？对吧？对啊，一开始进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多弄几次，他那个东西反应慢。完了，就他上哔哩哔哩了。啊？你要上你要破哔哩哔哩吗？对呀、啊，但是破哔哩哔哩的花絮，你肯定要剪。